好来，小姐，非常香甜可口的香蕉，对原产地打赏来娘，非常的新鲜。来来，你给钱能给啊，我打你八折啦。你啊，我香蕉你。嗯，啊，就我袂跟你算钱，你物件给赶去哦。哎呀，小姐呀、啊，你把我香蕉摕去堆去啦。你讲啥？有啥物空中飞人？真的有一只猩猩啊！啊，你爱开玩笑呢？我真的没有骗你呀、啊。喂，空中抢劫啊！从空中飞下来一只猩猩，把它抢走了。从空中有一只猩猩，哈，你爱讲笑啊？真的有空中猩猩啊！